用按钮来驱动，然后声音就按按钮的时候还会有蜂鸣器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总共有16颗，本来是要做一直线，但后来发现如果只做一直线的话，板子的空间板子不够长，所以后来才把它加上去往上叠。嗯，好，你们的设计有哪些部分？你们怎么把它怎么动作？按用按钮。这3颗，因为主要传动力是在哪里？对对。在这边就比较不会往下滑。好，因为你们就是呢，它这个的承重能力也很可怕，就会像刚刚一样，就是整个东西都会倒掉。而且这个可以挂的地方要比较多吧，有时候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挂不上去。嗯，所以你们接下来会怎么改良？就是把这里的承重能力改好，然后再把这里的挂钩可能弄多一点吧。好。哎，其他有没有给他建议？他们要改良这个结构，可以建议他怎么做？支撑，怎么支撑？好，青会过去比给他看。你建议他们？这里可以延伸起来，就比较不会这样倾下去。嗯，还有吗？嗯，这个可以改粗一点，因为太细了，那个基地太细。嗯，最重要的部分是，就是它的。基地要很稳，不然的话就会塌掉或者是什么，这不是马来问题，就会直接垮下来。嗯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后来我们挂到后面呢，挂比较重的时候，这边都不会垮掉，但就是马达转不动。所以就会变成说呢，马达就一直卡在那边都动不了。因为刚才要重物的时候，它会往前倾。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后面多加一些重的东西。